纯正之心，单程票250。开码之心，欢迎光临西局。没看过建筑物，这样的 view 其实还不错。这里是燕鸥保护区，有点像企鹅。这里为什么有一只鸡？哦，大头一面。田卧村东边的制高点，这里有个类似紫北这种东西。可以啊，到处都是观景台。那边可以叫什么？龙虎，天浪超大的，五谷丰登，国泰民安。这是西局最完美的一个景点。大家早安，今天是我在马祖的第二天早上，那现在时间早上6:20，等一下我去南澳港搭7点的船到莒光。好，废话不多说，出发码头 ，Go Go。17度，风又大。我到了，他这边是台马之星的跟小神通，那我要去北竿莒光的，就要往这边城镇之星。全票250。买好了，单程票250，来回500。上船啦，搭这个南北之星。等一下去莒光吃早餐。哦，可以脱口罩了，我快冷死了。这边的物资要过去莒光了。乘客321人，谢谢啊。好，现在来到莒光了，第一次来，好新鲜哦。欢迎光临西莒，然后租到机车了，半天300块。我大概会在这里待到11点左右，然后11点再到东莒。在租机车，一样是300，半天300啊，那全天的话是500。哇，我现在来到的地方到底是什么地方啊？没看过建筑物哎。然后后面好像有一个整个带弹，我们现在经过了昆丘步道跟沙滩呢，不吃了啊。这里有一间加油站，有在营业吗？我现在来到了昆丘步道，是要爬上去的。哇塞，第一站都这么硬哦！我感觉我现在要爬去西莒最高山峰。到了，这里有个凉亭，咦，还可以再上去。哦，
好了，下山，上面没什么。这样的 view 其实还不错。好看的。爬完山，现在整个人热起来了，比较不会冷。下一站我来到了蛇岛，那这里是燕鸥保护区，主要保护对象是岛上的鸥科鸟类，有点像企鹅。有看到海鸥吗？对面那些都是中国。这里去哪里？这里为什么有一只鸡？去绿色隧道。哎，绿色隧道好像是热门景点。这只鸡走得很快哦，咕咕咕咕咕咕。为什么这个精神指标是面向岛的、啊，是面向海吗？要给谁看？还是下面也有同岛一命？这边呢，有同岛一命吗？哎呦，有哎、欸，同岛一命。现在的位置来到一个岔路，往右边是回到刚才的山海一街啊，我们往左边去看一下十四少步道，还有菜埔澳据点。这里是乐道澳，这个地方好难念哦。它是一个开放型的山谷，谷口泥沙淤积形成澳口。就称是捞到澳，哎呦，有点广东感觉哦，捞到。那这里有一个五旺寨区，然后这里是一个凉亭，风很大。哦，那里呀、啊。来看这个观景步道，他说他这个是田卧村东边的制高点，他原本是空军的防炮阵地，由于兵力大幅缩减，据点释出，变成一个一四少的观景步道出来了。这里有个类似指北针的东西，哇，北干吧，北边在那边。哦，这里有一个凉亭。哇，可以呀、啊，这是三角点。
对面是东莒吗？下面有厕所。这个地方是要去哪里的？感觉要下去的，所以这应该是从另外一个地方上来的。好，那大致上就是一个观景台，然后可以看风景这样。菜埔澳观景台。马祖地质公园。观景台啊，到处都是观景台。到了西莒菜埔澳地质公园，菜埔澳据点。今天浪超大的，这边还有一些官兵呢，我就不多拍摄了。接着来到了西莒的天后宫，五谷丰登，国泰民安，田卧尽。这里好像是田卧尽老街，有一间警察局，莒光警察所。这是孙中山吗？实践三民主义，军令如山。然后我现在要去绿色隧道，我现在到了，我找到了。柳榕路，这是西莒最完美的一个景点，再上去也有哎。
到现在还没吃早餐呢，我已经快环岛完了，没看到任何一家有卖吃的。爬上来会到这里，昆丘步道，这里可能会有吃的哦。看一下，没有小吃。好啦，我回码头了。码头可能会有吃的吧？哇，岛上没有一间餐厅有开，怎么这样？应该说人烟稀少啊，所以你不确定他有没有开。来买个票。这里是候船大厅。好啦，各位，那西莒一日游行程差不多到这里了，等一下要去东莒一日游。那你们来到西莒呢，带一下零食还是吃的会比较好。这个岛真的三个小时可以玩完，就景点不多，然后今天风蛮大的，我被吹到整个脸都有点冷。那以上是西莒一日游行程，如果喜欢的朋友就帮你个喜欢，还有订阅朋友就帮我订阅哦。那我们东莒见，拜拜。